selfish. Wish I could love you, but you don't tell me how much you want it. I need a reason, I need an answer, then I can love you every day. But 现在呢，就边吃饭边跟大家聊天。最近 B 站不是有一个 UP 主叫仲尼吗？仲尼 Johnny 777，应该用户名是这个吧？就他是一个青年导演、青年作家。但是看了他最新的视频之后，他觉得自己不是作家。就反正最近看了他几期视频吧，就其实感觉他和我跟老王其实真的挺像。他拍视频的原因呢，他就说他平时呢会经常产生一些这种对世界、对人生啊、哲学啊、对很多领域的一些大思考。就是或者说你可以加上引号的奇奇怪怪的想法，其实很多想法呢，你的很多经历啊，就很多时候真的可能真的是就是所谓奇奇怪怪的想法，其实是很难找到朋友倾诉的。但是其实凭目前的你应该真的能看得出来，我真的是一个就非常乐于分享的人，就我比较乐于把自己知道的、自己觉得好玩的事儿，当然呢这些肯定是告诉自己身边比较亲近的朋友，就也是愿意倾听你的朋友。仲尼就说啊，他在生活里这些想法呢，他真的没有办法就跟周围的朋友倾诉，可能这朋友呢没有经历过事儿，就像我之前跟大家说的这个共情这件事儿来说，他没有经历过这件事儿，他可能对你的这个经历、对你的感受，他就没有足够的理解，因为，对吧？你也不能要求所有人的共情能力都很高，对不对？那我现在的共情能力，可能说这真的比以前进步了很多了吧，对吧？我也是从一个自私的傻逼过来的，对吧？就我现在正在一点点进步，对不对？我从来没有否认我之前是一个自私的傻逼这个事实。那仲尼呢，他就说他这个拍视频啊，在厨房里聊天跟大家唠嗑，是一个他就是宣泄自己，不能说宣泄吧，就是表达自己、抒发自己内心想法感受的这么一个途径。换在我身上说呢，那我其实就比较幸运了，对吧？那我认识了老王，我跟老王成为了室友，对吧？这儿今天说到室友老王了，我俩呢不是都是在2018年要来宾大读研究生吗？读研究生呢，你势必啊就会到校外去住，就是在美国你住宿舍、住学校的宿舍是会比你在外面租房子是要贵的。租房子呢，那为了稍微便宜一点，对吧？我呢当然可以自己住，对吧？那我可以自己住一个 studio 或者自己住一个 one bedroom。 我之前的本科和我第一个研究生呢是在卡内基梅隆念，就是在宾州的匹兹堡。那匹兹堡的房价呢就比较便宜，所以我在匹兹堡的时候呢是我一个人住。费城在宾州作为一线城市呢，那房价就会很高，那对吧？房价很高呢，那我就需要找一个室友来帮我一起分担一下这个房租。所以呢我当时就在宾大的群里面说啊，我是小涛涛啊，18年8月份入学啊，想找个室友，我对吧？我自己呢人工智能专业的。然后当时聊了三四个人吧，然后中间有一个人是老王，然后我跟老王就聊了聊天，发现我俩呢对很多事儿，就当时吧，我觉得找室友的基本条件呢，对吧？就你生活习惯起码差不多，对吧？你要不然就都是夜猫子，别一个是夜猫子，一个人倍儿早起。就比如说我跟我妈住一起，我是夜猫子，我妈天天早起，这就容易产生巨大的矛盾啊。她认为我懒得不行，一天天的，然后我认为她早上起来那么早干啥呀？就这个找室友的基本条件呢，就只你俩如果能在微信上大概聊得来啊，生活习惯大概一样啊，然后老王呢也是工科的，我也是工科的，对吧？那同时呢感兴趣的东西呢又基本都吻合，我们俩当时呢就已经知道对方都对科技产品这种东西很感兴趣的，那所以我觉得这个那起码有一两项兴趣是相投的啊，那就 OK 了。当时呢我跟老王只限于微信上的聊天呢，其实我也不知道他对比如说这些文史哲、天文地理啊，这是对于我平时感兴趣的一些杂七杂八的知识都感兴趣。现在跟老王接触了快2年之后呢，发现老王呢也是一个知识面巨广的人。就其实呢后来发现呢，我跟老王的知识面其实是很互补的，就是老王呢经常能告诉我一些东西，然后我呢也经常给老王讲一些东西。就比如说我对历史、地理、天文很感兴趣，但是就知道一些皮毛，我甚至连朝代的顺序都记不清，地理呢可能就更差了，我只知道一些出名的地方。老王的历史地理就会很好，所以呢我们俩平时就真的会有很多类似像我给大家展示出来访谈节目的这种对话。这访谈节目呢其实真的只是我们俩日常聊天，就是内容也好、深度也好、时长也好，就所有东西加起来就是可能真的就是我们俩日常聊天的大概1%都不到。像我们俩昨天把那个番看完之后，就又对这个日本文化、中国文化、就日本的一些职业、中国职业的收入，就这些东西吧，展开了一番非常深入的讨论。因为当时呢就其实比较困了，就没打开相机，就没记录。就其实我真的觉得生活中有太多太多的素材可以记录，但你不得不说我遇见老王也是非常幸运的，对吧？其实说到这儿啊，就是你们现在能看见我的视频，这一切都得源自于老王，是老王介绍 B 站给我的。我之前都不知道 B 站，我之前看过很多 YouTuber， 看过很多 Vlogger， 但我
之前也没有认识到这个东西对我的意义，我之前也没想做这件事儿。是老王在18年暑假，老王也是一个 UP 主，他是游戏 UP 主。老王在 B 站的用户名叫可爱魔力红，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你可以去看老王的游戏视频。当时老王作为一个 UP 主，当时我记得老王好像是2000多粉吧，3000多粉。我当时觉得哇，我说老王在 B 站都有2000多个粉丝，我说，然后老王给我介绍视频制作这条路，对，真的是从18年5月份开始，我才真正走上了，对吧？就是做视频的这么一条路的。有兴趣的话呢，你们也可以回去考考古，就看看我之前的视频。我毕竟到现在都已经发了100多期视频了。之前呢，可能大部分都跟健身相关嘛，但现在呢，可能内容更偏向生活化一点。当然，不聊智商税这个系列，我也会继续做的。那话要说回来，刚才说到仲尼，又提到老王，对吧？可能真的和仲尼比呢，那我确实是幸运的，对吧？那我遇见了老王，我跟老王呢，就真的聊得很投机。这个投机呢，其实后来啊，就经过这2年的接触，就发现其实不仅仅是知识面上的重叠也好，相似也好，我们后来之所以能跟大家拍这些访谈节目呢，是因为。不光是我们知识面是有一定重叠的，我们的兴趣是有一定相投的，其实我们俩这个整个认知过程，对认知或者学习一件新的东西，一个新的知识，接触一个新的领域，它这个我们俩的这个认识是基本一样，就我们俩其实都认为，就学习或者获取新知识这件事呢，一定要是从一个自发的自愿的，然后同时你具有保持开放思维的这么一种态度开始，从这一点开始，然后你中间会遇见很多很多的知识，你抱着这样一种态度呢，你从一个点开始，你对这个知识，对这项领域这个技能的这个理解，它会不断的被分开，然后你在每一个节点呢都会遇见更多别的领域的知识，从这一个点开始呢，你下面会无比的发散，然后这样去形成一个你的知识网，这样就比较有体系，比较有联系的这么一个理解的方式。其实这个说白了就等于我们俩对一件事情了解的同时会牵扯到很多很多别的事情，然后这样你就对很多别的事情又都了解了，这样的话呢，你会对你这个整体的知识体系有一个比较完善的框架。慢慢又扯太多了，这个我可以以后慢慢的跟大家聊这些事情。你们也应该能感觉到我真的是一个非常能说的人，就我真的可以跟你说一天，但是对吧，这些东西呢就留到之后再跟大家慢慢讲吧。反正我现在是一个日更 UP 主，就是如果真的你真的想看到我的，你每天都能看到我的，对吧？这期视频呢就跟大家闲聊到这里了，那我们就明天再见，明天不见不散啊。我是一名日更 UP 主小涛涛啊。哦对了，哦最后说一句，对了啊，我之前一直在结尾给大家放的那个邮箱啊，大家真的没事儿给我发邮件啊，就发任何邮件都行，跟我聊聊你们呀，问问我问题啊，我分享分享有趣的事儿，有趣的人，这什么都行啊，大家踊跃给我发邮件啊，邮件地址呢就是这个啊，大家请踊跃给我发邮件啊，那我明天见，不见不散，我是你们的小涛涛 Peace。